想要租这个房子的话，就到这个网站来。很棒的房子，景观超级好。是房子的侧面，法罗群岛的住宿环境。首先进来是客厅，哇，太美了，看海的景观。真是美极了，对面还有很多别墅。别墅、沙滩，太棒了！你真会找房子，找到这一间。是我朋友很会找。你的真是有个好朋友啊，太棒了！喜欢这个房子吗？好了，走吧。房子上的草长得非常的好，前面是一个沙滩。现在进入房子，石头阶梯进来，客厅已经被我们的东西占满了，然后你看到很棒的景观。可以看到沙滩，隔壁的房子屋顶上依然长着很多的草，这种房子据说冬暖夏凉。这桌子采用的是原木的桌子，这种木头其实也不错，不需要买到整片原木的，这两片也很好。椅子也是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的大厨目前在准备法罗群岛的第一餐午餐。好，发现上面的梁也是木头的，然后墙壁是石头，旧房子下去改装。这让我想到滨海公路
有很多石头屋都废弃了，应该有人去把它改一改，提供住宿。山坡上的小黄花，非常美，可惜影片拍不出来。未来的三天三个晚上我将住在这里。其实一个人不需要拥有别墅，到处住别人的别墅也是很棒的。想要住这个房子，上网预约。你会喜欢的。法罗群岛房子的屋顶。就像隔壁的屋顶那一般，屋顶上堆的土蛮厚，破掉一些，牛油，待会儿先把它下去，把这个油炸出来，再把牛排下去煎。这我们牛排呢，要先用这个胡椒跟盐巴先腌制，弄完之后就先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十分钟。谁说要放冰箱的？我是从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牛排大师。好，十分钟到了，现在我们把门打开。你刚一直录吗？它切断了。等它上面这个油水呢，就把里面的肉汁会锁在里面。这个奇怪的东西不知道写什么。这可能很早期的草厨，小小的。原来草屋顶也要割草啊！
法，知道吗？不然就变癞痢头了。这间房子很漂亮，我想去看。很特别的房子，新房子，后面那一间也一样，很棒。目前打开室外的庭院灯光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气氛不错。前面是海，那个四方形的是 Jacuzzi，
你要用 Jacuzzi 还要再额外加钱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。凌晨三点的海滩，离夏至不远。凌晨三点的海滩，外面天已亮起，现在六月下旬，离夏至不远。北极附近的白昼还是很长的，明天又是坏天气的样子，伤脑筋啊。里面是空的，里面有一条船，铁皮屋，草皮，邻居的房子，我们住的房子，美不美啊？美啊美啊！哎，这边这边右边，右边过去就车子了。这里你还没来看啊？
邻居的草坪这本书看过没有？这个小房间是桑拿吗？哎，是哎，这是桑拿吗？可能是啊，那就不是咯。挥挥手。这些羊毛可以织一件毛衣啊。臭有死了，羊的味道。我们挂哪里？喷石头下来，你看地上很多石头了，那是大便还是石头？羊的，在这里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就喜欢羊了。Thank you.
房子我们住了三天，目前有人在打扫。这一间应该是仓库。这间的小间的非常特别，小巧玲珑。这应该也是一间仓库吧。新的房子，有写名字。应该也是出租给人家当别墅民宿的。那个就是一个仓库啦。这是我们房子下去的路，一个年轻的女生进去打扫。
车子车灯撞坏了，不是照后镜的壳撞掉了，然后镜子也破掉了，真伤脑筋，太不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点可怕哎！那再靠近一点，有没有红萝卜？马，你是要我拍拍你的头？马就喜欢人家拍他的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以下去跟他照相吗？可以啊，你下去。攻击我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不要。那么胆小。志玲姐姐，哎呀，志玲姐姐那一次真是，下去吧。你先摸摸她的头啊，不要怕了，靠近一点。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啊！是一个不错的景观，我们对面看到了一些圈田的围墙，以前高中有学到这个叫做圈田，好像圣经在英国吧。尸体。
一歪机哦。喷得脏兮兮的。这只小羊。